你又忘了什么东西啊？奶奶，赶快走，这儿没你奶奶。奶奶，你别这样了，大家都在担心你啊，你给我回去吧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不想见你，我也不想看见你跟明浩在一起。我希望你永远消失在明浩的生活中。奶奶，我跟明浩是真心相爱的。 我已经忘了以前的事，我跟明浩以后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只要我在秦家一天，你就休想进秦家。奶奶，就算你对我有什么偏见也好，你怎么不接受我也好，但是我请你回去吧，他们都很担心你的。岂有此理！来教训我，你不配。 谢谢您让我进来避雨，奶奶。用不着谢我，就算一只小猫小狗，我也会让它进来避雨的。奶奶，你怎么不开灯呢？没有电，我怎么开灯啊？那电闸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奶奶，你有手机，要不借给我，我打电话问一下吧。 手机早就没电了。奶奶，先躺一会儿吧。你还是出去吧，你在这儿，我怎么睡呀？奶奶，我刚才去厨房了，厨房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米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煮一些粥给你吃，然后等明天白天的时候。 我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帮我们的人，要是他们有电话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我不回去，这儿挺好的，而且你不在的话，我更可以清静一些。奶奶，那要是你不走，我也不走了。脸皮倒挺厚的。我们家明浩就是给你这样勾引过去的啊。奶奶，那我去厨房煮一点粥给你吃，你在这歇一会儿。 奶奶，奶奶怎么了？哎，这个风，这蜡烛，哎，怎么了你？没事了。没事，你叫什么？把我吓死了。 是怎么认识我们家明浩的？在我们一起打工的那个餐厅认识的。我听说你家不是开小饭馆的吗？那你有空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家帮忙啊？非要到快餐馆去打工呢？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明浩在那里打工，故意想接近他？奶奶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是开瓦罐汤店的，那个时候是我妈还有姑姑经营的。 我有时间就去帮他们忙，当时因为我们那个店太小了，根本容不下三个人，所以啊，我就去外面打工，赚取自己的学费。哼，你想说你是勤工俭学的是吧？哈哈，我才不会夸你呢。我听说了，说你妈很抠门儿，你家那姑姑啊，年纪也不小，还没结婚。你说像这种人家。 怎么会培养出一个什么像样的孩子来呢？奶奶，你不能相信别人这么说，您误会我妈妈了。我妈妈，她很辛苦才把我和我妹妹带大的。您不知道的，虽然她不一定是一个
很会做生意的人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妈妈。哎呦，你这张嘴巴真怪厉害的，我只不过随便说一句话嘛，你说那么多，谁家没有一点困难？你以为我们镇宇集团也是一夜变出来的？奶奶，我知道你也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我知道明浩、秦董还有秦太太，他们都很感激你。 所以，我希望你理解我妈妈，以及我对她的感情。奶奶，来喝碗粥吧。哟，你的手怎么那么冰啊？哦。 没什么，是因为刚刚洗米的时候用的是凉水，没事，你赶紧吃吧，趁热吃。嗯，这粥包的还不错。奶奶，慢点，小心烫。 奶奶，慢一点。哎，您上哪儿去啊？哦，我打算把那盆水倒了。不许去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在这儿陪我。好吧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在这儿陪着您。 不知道这雨明天会不会停呢？这里又没有电，又没有吃的。不行，我明天要赶紧联系上明浩才行。你怎么？你要出卖我？你要是通知他们以后，我再搬家。奶奶，就算你不同意我跟明浩说也好，那也不能拿您的身体开玩笑啊。再说，要是找不到您的话，明浩、董事长。 还有秦太太，他们会很担心的。你不知道，我不这样的话，谁都不听我的话。你们背着我，把什么都决定了，想孤立我这老太太。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也很自责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您才会接纳我。但是，我也不想看到您不开心。可是我又不想和明浩分手。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真的不知道。奶奶，您先睡吧。明天雨停了之后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。嗯，你也赶快睡吧，啊。来，把这披上，啊。啊，不要了，奶奶，您披吧。要是您冻坏了，我会过意不去的。叫你披你就披。 叶医生，叶医生，叶医生，奶奶，跑哪儿去了？奶奶，我熬了粥给你吃，来，坐下吧，趁热吃。你吃过了？嗯，吃过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吃过了才想到我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喉咙有点痒。哎呦，好烫啊！还骗我呢。奶奶，我没事的，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感冒。
没事的，你赶紧吃吧，趁热吃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人，或者找人借个手机，然后打电话给明浩。奶奶，现在你的手机又没电了，然后我们的食物又不够，要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中午就没有吃的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去看一看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小娟一定会告诉他们我在山上的。但是奶奶。 你不是跟娟姐说过不许告诉任何人的吗？她没有你的批准，肯定不会说的。那也你也不能去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没事的，你趁热把粥吃了，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，放心吧。哎，你回来，你不回来的话，我就不同意你和明浩好了。奶奶，就算你再怎么烦我，也等我回来再说好吧？你赶紧吃粥吧。 这丫头，脑子肯定给烧坏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可不可以借手机给我用一下？明浩啊，你一晚上都没睡了，好歹去休息一会儿。 这奶奶跟依山都失联了，我怎么能睡觉啊？喂，明浩，我是依山，我跟奶奶在迎香园别墅这边，你赶紧过来吧。依山，奶奶，依山。 奶奶，我已经跟明浩联系上了，他应该在赶过来的路上了。哎呀，你别说话了，你看你发烧烧成这样。哎呀，如果你真死在这儿，明浩还不跟我拼命啊？你呀，就想害我。没事，奶奶，我真没事。就算你想让我同意你跟明浩在一起，你也用不着玩命嘛。奶奶，就算你不同意我跟明浩在一起，我也要你平平安安的回家。傻孩子。 怎么还没退烧呢？奶奶，我没事的，别担心。你不想奶奶活了，真把奶奶急死了。不是的。有一件事，奶奶要宣布一下。妈，什么事啊？奶奶同意明浩跟依山的婚事。 真的假的，奶奶？哎呀，明浩，你是高兴傻了，快谢谢奶奶呀！是啊，我高兴的都快哭了。奶奶，谢谢你啊！哼，依山，你听到了吗？奶奶同意了，奶奶终于同意了。依山，都是奶奶不好，对不住了。 奶奶不了解，一直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。这三年你们受苦了。奶奶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，要不是因为这些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我跟明浩是那么相爱，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的爱情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总算是皆大欢喜了。 妈，你老了以后再有什么事，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，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要吓死我们呀！谁说的？要不是我这次离家出走，怎么会有机会跟依山聊那么多？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？
一山原来是个难得的好女孩呢。对，说的对，妈永远是正确的。这就是天意，天意，对吧，奶奶？哎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筹备明浩和一山的婚礼了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我早就迫不及待，等着一山叫爸爸呢。等一山病好了，马上就办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么快啊？不快，不快。 我都等了这么多年了。进来。哟，秦总，什么事儿啊？高兴成这样？杨帆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奶奶答应我跟一山的事儿了。真的？恭喜啊！哎，对了，外面有位徐先生找你。 徐先生，说是叶一婷的男朋友。哦，快请快请。嗯，徐先生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对，秦总，您叫我徐岸就可以了。我是依婷的男朋友，我们俩很快就要结婚了。我今天过来，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。你跟依婷马上就要结婚了？对。恭喜，谢谢。哎，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。 我跟依山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那咱们俩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真的？那我跟你恭喜您了。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我一定尽力帮你。那好，秦总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嗯，我想租一下你现在给依婷住的那套别墅。哎，嗯。 你把这里租下来，还要搬过来，不会想要就近监视我吧？看你说的，我呀只是为了照顾你。哎呀，还不都一样？租多少钱啊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我还给得起。你给得起？哎，本来是可以白住的房子，你偏偏要付房租。哎，你是脑袋进水了，还是投北门家道了？我是不想让别人施舍我们。 谁？你说秦明浩啊，拜托你搞清楚，谁施舍谁都不知道呢。他会跟我姐复合，都是因为我的功劳。他是为了感谢我，才让我住这么大的房子。是啊，但是人家没有必要感谢我呀。现在不是我也来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哪好意思白住啊？你呀，就是脑袋里的条条框框太多了，才会活得那么累。你想清楚。 我们如果有钱呢，当然得付房租啊。嗯，可是没钱，干嘛要打肿脸充胖子啊？因为这样我住的心安啊。是，为了心安活得这么累，值得吗？为了你啊，我不觉得累，我觉得值。哎，不然这样，你别搬过来了，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付钱了。那哪像话呀，那哪像过日子呀？嗯，依婷。 我呢，知道你心疼我花钱，但是这点钱我还是有的。这个我虽然没有秦明浩那么有钱吧，但是养老婆孩子的钱我还是有的，这是每个男人都应该尽的义务。我啊不会落后的。切，都说我姐单纯，可是啊，她还不是掉了个金龟婿。我看全世界最单纯的就只有我了。哦，对呀。 这样说的话，那我以后得好好心疼我们单纯的小依婷了，对不对？恭喜能有什么用啊？这启明浩真是，你给他钱他就收啊，他又不缺这个钱。再说迟早都是一家人了，干嘛收？咱们一家人？哎，依婷，那就是答应嫁给我了。啊，我没有啊，你不要自作多情啊！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不能反悔啊！我有证人的，宝宝。 刚才你妈妈是不是如同意嫁给我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现在这个宝宝才几天呢，不会听到我们说话的。嘘，别人家的宝宝听不到，我家的宝宝他就听得到。不要再这么肉麻了，出去了，我要休息。<笑>好了好了，是有点太肉麻了。哎，依婷啊，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跟你求婚合适啊？哼哼，等到你哪？ 天啊，不会这样跟我傻笑的时候，我就嫁给你了。<笑>
去韩国的拍摄，稿子方面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之前的预算里没有主持人，现在总监您特意拨了款，想请问您准备派谁去，我好给主持人写串词。徐导，你看谁比较合适？徐导定。哼，那不就等于内定了吗？你说的是叶一婷吧？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呀，我说了，只要徐导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定。 总监，我觉得还是由沈小飞去吧。哎，前几天还帮着叶一婷说话呢。只是最近一婷的身体不是很好，不适合这种长途奔波，而且她的英文确实不好。所以还是沈小飞比较合适。这样，那你既然这么说了，就让沈小飞去吧，他经验丰富，英文也好。我也觉得沈小飞很合适，我跟他合作过，他没问题。 依婷，依婷，怎么不开灯呢？脸色也不好看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你还知道关心我？你这话说的，我今天不是加班去了吗？我给你发短信了，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给你做饭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没吃饱，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 那我出去给你买东西吃，好不好？这我不敢当。徐大导演，你加班这么辛苦，为了要捧红沈小飞这个家伙，哼，你可是所有心机都用尽了呀。你都知道了，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。你本来不想让我知道什么啊？不想让我知道是你不想让我去韩国，不想让我知道是你阳奉阴违，先斩后奏，断送了我的路，啊？ 依婷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捧沈小飞，我只是觉得这趟去韩国路途这么远，又这么辛苦，拍摄周期又紧，我是怕你太辛苦了。是谁说要帮我的？是谁说理解我的奋斗，要跟我一起开创事业的？难道你都在骗我？依婷，这话是我说的，可是你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闭嘴！我不想听到这两个字。 就因为我怀孕了，就要被你摆布，就要失去我应得的工作，就要失去我辛苦挣来的一切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怀了这个小东西。依婷，我不是要抢走你应得的。乖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一定加倍补偿你。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来。我怎么能不激动？我最爱的人，我孩子的父亲，背着我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机会，我能不激动吗？我激动得快要疯了。 可是依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，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好？对，我是没跟你商量，这是我不对。但是，请你理解我好吗？我不能理解。徐安，你理解我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一切都为我考虑，可是你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想法吗？你要我生下孩子，跟你结婚，不准我工作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要什么？ 你以为我辛苦这么多年是靠什么力量撑下来的？不是婚姻，不是爱情，更不是小孩，我靠的是我对镜头的热爱，是我对屏幕的热爱。也许你听起来觉得好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要我在婚姻跟主持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我一定选择主持。你听到了没？我没说要停止你的工作呀，但是你现在。 你可以等生完孩子之后。我不管，我要现在，我现在就要去韩国，我要抓住每一个珍贵的机会。依婷啊，机会随时会有的。徐安，你不明白，我不像你，是传媒大学的高材生。你认为做节目是你的兴趣，你想去电视台，你随时就可以进得去；你想留在网站工作，一样会受到尊重，甚至连总监都要拉拢你。可我不一样。 我只是一个普通学校的主播，专业毕业的，只配去市场跟人家播报寻人广播。我的每一步都是眼泪，都是辛苦拼来的。可是你呢？你现在却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我的机会，还想隐瞒我，让我给你生孩子。
好，好，好，怡婷，对不起，好吗？我真的以为我这么做是对的。你够了！我也不想听对不起，我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怡婷，可是你现在的身体，你真的不适合去。那我就代表这个孩子。 你说什么？你要打掉我们的孩子？如果你不能理解我，我就离开你。如果现在要我放弃主持工作，我宁愿没怀孕。怡婷，怡婷是我胡说八道，惹你生气了，啊，你先冷静一下。 你要我怎么冷静？怡婷，如果你打掉这个孩子，我们就分手。两个人比手画脚，只为来的目，陪你拥抱着，什么都不说。幸福仿佛可以到永久，也许命中注定。 见你是不错，所以走得太匆匆，学会不了痛，说不快乐，控制不了眼泪一直流，只能转身背对你，不让你发现我心痛。 来来来，侄女婿吃点水果。好嘞，谢谢姑姑啊。哎呀，姑姑，还没成婚呢，叫的早了点啊。哎呀妈，上订婚了还早吗？我都等不及了。是这样，家里呢催的比较着急，所以这个订婚的日子呢，就比较仓促。不急不急，挺好的挺好的。不过明浩啊，这订婚的步骤可不能少啊。这您放心，阿姨。 我会先安排两家大人见面，让我父母呢奉上礼金，咱们两家一起选定一个良辰吉日，到时候由我们做东，宴请宾朋。哎呦，当户人家就是不一样啊，什么都想得那么周全。嫂子，到时候你收到礼金，不要晕过去哦。哎呦，说什么呢？只要他们两个人幸福就行了。哎，那你会不会买房子给依山啊？你们结婚之后住哪里啊？不用了，姑姑，我跟明浩结了婚之后会和家里的长辈住。哎呦，那多受气啊！我是说，这小两口刚结婚，没有二人世界，多不自在啊！怎么会受气呢，姑姑？再说奶奶也很疼我，还有明浩跟奶奶的关系非常好，要是我们因为结婚就搬走了。 奶奶肯定会不高兴的，而且我们跟家里人一起住，那才热闹，才像一个家嘛。嗯，姑姑，这事儿你放心，房子的事儿呢，我一定会买的。不用了，真的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开心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买个大的房子给我们住吧。啊？胡说什么呀你？ 哎呀，怕什么呀？反正他有的是钱。对，可以啊。回头我再买一套大房子，阿姨跟姑姑都过来住，咱们一起住，好吧？不用，只要你们两个人好好的就行了。哎，怡婷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这个死丫头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打你电话也不接，知道吗？你姐就要嫁入豪门了。这是你姐夫。哎呦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恭喜你姐姐和姐夫？ 这个丫头八成是嫉妒了，姐姐嫁的那么好，她肯定压力不小啊。哼，我才不嫉妒，不就是找了个有钱的老公吗？有必要这样人见人夸吗？我工作有多辛苦，你们也不会理解，没人懂我。姐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装出一副贤惠善良的样子，你就被所有人夸。你这个疯丫头，你是不是喝酒了你？对，我就是疯了，因为没有人给我好运，没有人可以帮我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 你不是说要帮我吗？你给我介绍那个电视台的 Andy。
不仅没有录取我，还差点害我丢了现在的工作。你呀，却在这里开开心心的接受全家人的祝福，没有人敢说你一句坏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钱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欺负到穷人的头上啊？哊！行了，明浩，别介意啊，他这是喝酒喝多了。我才没有喝醉，有钱了不起啊？进去吧。哎呀，明浩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要紧，姑姑，不要紧。 姑姑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呦，一听这孩子每次出现都大煞风景的，那你回去路上小心啊。我去送他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你还有时间进来骂我？你们现在不都坐在客厅里面忙着巴结姐吗？你这是什么话呀你？你说你为什么乱发脾气？ 妈，我问你，我是不是像电视里面说的那种，没有希望的人呢？什么没希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？就是那种，不管你多努力、多想上进都没有用，你越想得到，你就会失去的越多，而且还会失去你原本更珍贵的东西。嗯，就是那种人呢。你在想什么呢你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 可是我就是不行嘛，妈，我真的好累，我好累呀！行了行了，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有妈妈在，妈妈养你，行了吧？依婷，你怎么了？我不需要你来同情我，反正你现在是家里最棒的胜利者了，我不需要你怜悯我。 依婷，你别这么说。依珊，别理他，忙你的去吧，我来劝他。去吧。嗯。依婷，你干嘛跟你姐姐那样说话？妈，你老实说，我跟姐比起来，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 妈，我也想有一个优秀的男人来爱我，想让他给我全世界最好的生活，让我不愁吃穿，嗯，让别人嫉妒我，我也不想在单位里面跟那些勾心斗角的人争。我就是不知道了，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？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好？我心里就是不服气嘛。还有你。 你每次都向着他，都说我不争气，说我不好怎么样的。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我也想像他一样，我也想啊。好，好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啊，没事的。妈妈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你努力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，你也会和你姐姐一样找到自己的幸福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相信妈妈啊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了啊！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街头艺人，是不是个个都身怀绝技呢？如果您喜欢他们的表演，那就请您在街头看他们表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吝啬您的鼓励和掌声啊！啊，依婷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我没有啊。你看看你的肚子，都凸出来。我要的是全身上镜都美的主持人，不是我要为你服务。为了掩盖你的肚子，拼命设计镜头，依婷。 你想想你身后还有多少美女都在摩拳擦掌，还吃得下去吗？啊！笑什么？重新调整角度，只给上半身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拍。我们结婚吧。 你说什么？你耳朵有问题啊？听不懂吗？我说我们结婚吧。我不是耳朵有问题，我是以为我听错了。你没听错，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结婚，马上结婚。依婷，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之前我每次提出结婚的问题，你都一再拒绝我，可是你现在突然告诉我你要跟我结婚。
所以你现在不想跟我结婚了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那还那么多废话干嘛呢？我们现在马上登记结婚。嗯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要陪我去做一件事。是打胎吗？ 该想到是这样，你还是要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徐安，你要明白，我不想因为这个孩子给自己增加无法承受的生活压力。打胎，依婷，这两个字在你口中讲出来就这么简单吗？是，他是一个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生命，但是也是我们给予他生命啊。你就忍心这么残忍地扼杀掉他活下去、感受这个世界生活的希望吗？ 可是他出现就是个意外，我问你，我们俩谁做到当初梦想的职位了？是有了孩子，你还是可以拼命工作，可是我不行。还有啊，我答应嫁给你，未来一定会生很多孩子的，你不要这么指责我。孩子不是累赘，依婷。生孩子确实会很辛苦，可能我这么对你显得太可恶、单调、乏味，不像开始。 但是对于我来说，重要的真的是你啊，依婷，你肯定是最美的妈妈。你知道我怀着多大的喜悦期待我们的未来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呀？好，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对你来说，可能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因为你是个男人。可是对我呢，对我的生活、我的身体，甚至我的事业，会有巨大的改变呢。改变，依婷。 你竟然把工作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！我原本以为你是在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你的情绪有很大的变化。我一直在妥协，我一直在让着你。可是你呢？既然你这么决定的话，那也就是说我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清楚，我不会再问你第二次。问我第几次也没有用。 依婷，你相信我，这个孩子的到来绝对不会成为我们枯燥婚姻生活的开始。你相信我好吗？徐安，我真的无法再相信你了。你不结婚是不是？好，很好。 回来了，赶紧睡吧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工作，这些工作应该今天晚上做完的。哎呦，拜托，你的老板是你的未婚夫哎，就算你什么都不做，他也会帅气的对你微笑。哎呀，我说姐呀，你明明就是半个老板娘，为什么永远都是秘书命呢？你说什么呀？没空跟你聊，赶紧睡吧。我也很努力呀。 我努力，我努力呀，跟那个靠谱的徐安谈恋爱。我努力在工作上读书进修，练就十八般武艺。我也很努力，对着每一个人笑，让所有人都满意我。哼，结果呢？只要你努力，就问心无愧。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。是，你知道别人怎么说吗？你现在接触的所有人都是高大上，他们都会说。 只要努力过，问心无愧了，结果都不重要哦。哼，这些话是他们成功人士拿来奚落我这样不成功人士的屁话。知道你心疼我才会跟我说这些，如果你过得跟我一样的生活，你就知道那些话有多可笑。依婷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没有，姐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冷。 最爱你的人本来应该给你挡刀，可实际呢，他为了自己扼杀我的人生，却还跟你说想跟你结婚，想要跟你生活一辈子。哼，你说，我还能相信谁啊？姐，我在跟你说话，说吧。 怎么了？我的文件还没有储存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我难过憋气都要死了，人家就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嘛。你也是忙着工作，你干脆接着干吧。我没有啊。好吧，你想说什么，跟我说。我不想说了，我不想让你关心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我去喝酒了。喝酒？你现在怀孕了？你讲这么大声，是想让妈和姑姑都听到是不是？ 做你的工作吧，不是的，依婷，依婷，你走开了，不用了，师傅，依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去喝酒，对身体不好的，不用你管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安排啊？依婷，我刚才真的在听你说话的，只要你做得好，肯定以后一切都会好的。你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，你现在还来跟我说风凉话。 我现在肚子里有个孩子，你要我以后怎么办呢？关于孩子的事，你跟徐岸商量过了吗？他还能怎么办？他说要跟我结婚，要我把孩子生下来。那只要他肯负责任，你不是这个意思。